行，收拾完了，下班了。咱公司人都走光了，就剩你了。行，鞋穿上走吧，下班了。申总，好，拜拜啊。行动，行动，虎，行动，行动，行动，快！冲他俩钱来的，废话，我当初就知道。上车了吗？他是冲你大姑来的，但我就想不明白了。我也想不明白呢，咋回事呢？那是，他这么有钱，咱大姑哪儿招惹他了呀？走了。哎，那你说会不会是他想给咱俩？靠近咱俩，给咱俩绑，然后威胁我大姑。你警匪片看多了吧你啊？你这有毛病，你好像搁这嘎达。那是咋回事？你就咱不说别的，就他那小胳膊小腿的，咱俩不绑他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他那么有钱，要不咱俩给他绑了得了，咱俩好好问他，严刑逼供。听不了啊！走吧，回去。什么玩意儿？想啥呢？你搁那？那不继续跟了吗？还跟个屁呀！就坐那车，那肯定是进别墅去了呀。咱俩能进去了啊？我跟谁借车呀？这说了，我跟辉哥借的呀。我怕他，如果咱开自己家车来，我害怕他看着吗？我聪明不？给你点赞啊！你还挺缜密这块儿。哎，哥你也挺缜密。你要不告诉我，你在楼下等着，不能有这事。行。咱们俩就别搁这商业互捧了啊！但凡咱俩脑瓜够用，我跟你说，也不用说黑天下火的啊，咱俩就搁这猜他到底是干啥的。哎，也是啊。哎呀，你说他一天让他刷的团团转，完咱还不敢正面跟他来撕开了说，他给我妈添麻烦，哎，这真憋屈哈，这感觉。大哥，嗯，我有个蠢计划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知道蠢的还说，你别给闭嘴呗！哎呀，你那你咋不按你不按套路出牌呢？你不应该说你让我讲出来听听吗？那行，那你把你的蠢计划说出来让我听听吧。好嘞，好让我能按心安理得的骂你。别呀，
那我就说出来听听啊。嗯，然后让我大姑，嗯，跟他在这两天碰个面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他什么反应，我大姑是什么反应，那不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吗？谁是狼，谁是孩子啊？哎，管他谁是谁是孩子，谁是狼呢？那让他俩碰面不就完事了吗？行，你这计划别说啊，真他妈蠢，真的。那这是我想，你别搁那就是了，你赶紧开车吧，回家。好吧。好好开，雇佣雇佣的。所以知道了吗？